秧歌台就成了那个，就给淘汰这秧歌了，回来就给他洗了，还给冲干了啊，太好了啊。好呀，小兰阿姨，你现在没有哪里不舒服吧？啊，没有是吧？啊，我通过时间的一下，啊，好像感觉的话还是可以。啊，很方便是吗？对，还比较方便的啊。我是第一次，用这个机器，以后我会，我们会慢慢的习惯了，会给老人呢，还给我们父母。带来了很多的方便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人的老人呢，能够自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起居，坐起来呀、躺下来呀、左右摇摆呀、大便小便啊，按个按钮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是不错。起来了，还走起来了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，他一天能够站起来，还能够走起来。
挺稳当的。原来呢他们下楼不方便，不爱下去，就老不爱出去。现在呢有这个呢就方便多了。